系你好，财经揭露呢套片出街咧，系九月二号嘅。喂，大家好啊吓！系大家好，大家好。嗱，朝头早八点，我哋讲港股啦。系嗱，阿何志刚咁啊，上个礼拜基本上咧嚟讲咧，喺金融市场都好多消息俾大家即系炒卖啊。咁啊，上个礼拜就 NVDA。啊、公布業績、啊、出嚟望落去啲數字都幾犀利嘅。不過你 P/E 33嘅嘢啊，成30嘅嘢咁樣，咁即係好睇投資者嘅心情啦。開出嚟又唔係咁，又唔係相中跌咁多喎、啊，跌咗成10% 咁上下，係咪？咁你話多唔多啦？咁呢個就睇下你買咗幾多嘅啫，係咪？咁你買得唔多嘅10% 就唔係好多啦。咁而家美股嘅嘢都唔係人咁品啦、啊啊、好似上个礼拜嗰日拼多多咁样，又系出嚟嘅业绩都 OK 嘅、哦，啊，咁啊，但系咧就系、是、两日拆咗成40%咁滞，差唔多。40% 好多喎、啊，咁就一日28，跟住又再跌啊嘛，又再跌10% 啊，嗰啲咁啊，成40% 跌咗成。咁其实就即个市场本身就系多事嘅。讲真，如果呢个市场系健康啊，或者系牛皮市，点会一个消息出嚟？成日系咁样跌10%-20% 一只啊，系咪？即系其实个市场本身就系有风险嘅。咁跟住大家都望住 NVDA 究竟搞成点，望住呢个拼多多搞成点嘅时候，港股就发烂啦。啊，何志刚，麻烦你拎嗰张嘢出嚟，睇睇啊。01嗰张，又系彭博喺度发功啊！你可以读一读啊，何志光。标题就外电指内地将下调存量房贷利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允许转按。嗱，简单啲讲，我呢度睇到就系、是，即系国内你做咗个按揭，咁你一发觉个按揭唔系好抵，或者 terms 唔系好靓，咁隔篱嗰间靓啲。咁你咪可以轉個隔離嗰間，即係咁嘅意思啦。啊 ，OK， 咁啊呢啲係外電喎、哦，呢啲係彭博喎、哦、，OK， 啊即係之前彭博報完嗰啲好嘢啊，即係早嗰年頭啊嗰啲咧，乜嘢國外投資者嚟香港買股票啊，可以唔使收呢個股息税啊，即係嗰啲咁樣都未有聲氣喎、哦，係咪？咁而家又嚟咯喎，咁啊～又嚟咁啊！以往系点啊？以往彭博咁咪升你一浸咯，吓、啊、咁今次系咪升一浸咧？嗱，咁大家就即系观察啦吓。咁啊，嗱、啊，我哋睇恒生指数啊，我哋睇下吓。OK， 嗱、啊，上边就系短线图啦，就一个钟头一支棍咁啦。咁就系呢个消息彭博出嚟咧，咁就寻日就一夜扯上啦，前日啊，咁啊。扯穿个18000，跟住最高去到18200，跟住而家就调喎，又星期五噶啦。OK， 咁你见到0044咧，就本身就已经升紧噶啦。啊，咁你一下咁啊，咁啊就弹穿个18000个位啊。咁啊，其实短期呢一个月嚟讲，恒生指数系升得靓嘅，夹仓夹得靓嘅吓。咁、啊、我睇翻下边嗰个六个月嘅图咧，比较长线一啲啦。咁啊嗱，下降轨又真系打穿咗噶。又有嗰个上升轨 ，OK， 但系我自己个人嚟讲、啊、要长线嗰啲嘢就摆到咯，亦都冇喺个过程里面加仓，因为望下前望下后，我始终都觉得系阴风阵阵，你即系呢一次上去阴风阵阵，又好似唔系好似系一啲好澎湃嘅牛市嗰种啊。咁嗱，有个六个月嗰张图咧，有个橙色嘅圈圈圈住咧，就系转仓位嚟嘅。如果射穿咗下边咧，咁嗱，呢啲所有嘢都系假噶咯，有机会吓。咁、啊、即系大概17400啊。如果穿咗嘅话，就假噶咯，有机会吓。咁啊，呢、這个系 fix 你噶咯。OK， 咁啊嗱，大家咁就即系观察啦。究竟怎样发展？咁啊，何志刚睇睇升啲乜嘢先？我哋啊 ，OK， 喺度。
嗱，咁就你见到啦，成交最多就系700腾讯啦，咁啊3968美团有啲特别嘅，即系其实即系我哋之前都讲啦，700同埋腾美团两只咧，腾讯同埋美团两只嘢咧就好得意嘅，成日都有人攞嗰啲沽空盘喺度，成日咧就系啲笔水又走嚟买，咁好似两个对住咁嘅，两个阵营喺度对冚咁嘅。咁啊，美团咧早两日咧就升咗成10%嘅上嚟嘅，10%升咗啊！咁今日又再升两个，咁即系话换句嚟讲，即系佢有份撑噶咯。呢个美团有份撑呢个市嘅，跟住阿里巴巴就系嚟紧翻嚟香港上市啦，系咪？跟住港主要上市地点系啦，冇错啊。跟住港住呢个九月咧，就睇下能唔能够北水买到啦。咁即系诸如此类咁样。咁啊，而家啲出边啲报章又话。又话呢个阿里巴巴系好嘢啦，咁样吓讲啦吓，咁啊升咗3%。咁我谂大陆呢全部都系今次夹上去功臣嚟嘅。咁啊平保其实好低啊，37蚊呢个位，升咗3.6%，就系彭博嗰个 news 啦。咁点样谂到呢个平保咧？我又唔识解俾你听，我要睇多啲资料先至知啦。咁跟住系咪转浪咧？对银行麻烦咗，咪赚咗少钱呢？咁所以咧就係十日嘅低位跌咗2%建行啊，咁啊呢個工商銀行跌咗3% 啊，咁啊比亞迪就升5%啦，咁啊呢個小米都係升嘅 ，OK， 咁你見到其實就冇咩邊個係絕對嘅領頭羊或者主角嘅，總之係咧就係陰陰濕濕咁樣啦嚇，呢個美團又升，阿里巴巴又升，咁啊跟住整單彭博出嚟又升，又整到個市升啫。即系咁样，嗱咁我睇睇啲图啊，何志刚啊，咁啊，我有700嘅幅图喺度，啊 ，OK， 喺度，啊，第一张700嗰张图系啦，嗱，咁400蚊就大位，呢个三年图，其实呢三年嘅大位就喺400蚊，咁你话腾讯叻又得，因为点解咧？佢即系一只掂到近住三年嘅阻力位，啊。咁但咧，佢又鬼又得，因为咧，佢喺年头嗰阵时一夜抽上嘅咧，咁其实你想追又追唔到噶啦，吓、啊、咁。但系而家喺个近住400蚊嗰度顶住咧，喺度不断猜嚟猜去咧，咁究竟系好最终系好仓人定系淡仓人咧，就影响巨大啦。即系如果你话400蚊都抽穿埋嘅，啊咁啊佢系领头羊噶咯，即系其实唔系咁多股票。啊、升穿三年高位嘅、哦，大佬系咪先啊？咁所以呢个系一个令到恒生指数鬼嘅地方就系700喺呢个位，究竟系好仓人定系淡仓人？如果淡仓人嘅就系飞落去300蚊嗰边，咁400蚊同300蚊争成一嚿水喎、哦，呢个系好大嘅嘢。但系要提一提，佢有一个好大嘅助力，就系、是、人民币都升得几多下，因为都升穿9.1啊嘛，对港币。那個其實都是一個窄幅上來的，但如果人民幣如果美元真的弱，人民幣真的強的話、啊、那我不知道騰訊如果是賺人民幣多的 那不是什麼，他現在香港計的港幣啦，個股價，但裡面盤數很多都是賺人民幣啦，大家都知道，是所以這個有理由看好多一點的，因為個匯率來說是啊，但是最厉害的地方也都最难估的地方就是其实好淡双方已经斗了很久。嗯。实力是很大，即是无论好友无论淡友都不是一般什么对冲基金啊那些。嗯，明白。啊，那所以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那3968都是啦，啊，都是这样的 case 啦，但是啊3968呢就这幅图就弱过700就好多的。其实3968张图就危险图嚟嘅，系一张，因为佢射咗落去下边条颈线嗰度肩胛。啊，3690美团啊嘛，系美团啊，即系佢唔系腾讯讲紧嗰种挑战几年高位啊，唔系佢而家挑战几年低位嘅。3690系挑战几年嘅低位，咁张图争好远啊，但系又系咧不断喺度斗嘅，即系嗰个好淡仓，即系同阿里巴巴嗰種就唔同嘅，嗰個即係戰場唔同啊！嚇 ，OK， 咁究竟邊個鬥贏啦？講真，贏咗嗰方面就唔留情噶啦，即係如果你能夠沽得爆佢，就沽到底，
你能够向上夹爆佢，亦都夹到顶啊！所以呢啲系非常之传奇嘅股票，即系散户点样买咧？我都你有心水咪买咯，我就冇乜心水啊！真系吓嗱咁啊嗱，第二只第三只鬼嘅就系388。388呢张图咧，又系挑战，又系同呢个3690有啲似，挑战多年嚟嘅低位喎，真系血都呕十桶啊！即系堂堂嘅388，系咪？即系个个都点讲啊？港交所啊，个个谂住你低位买，你跌边度有得输噶？咁佢就系输俾你睇喎，而家就系咁啊！我记得好似十年前曾俊华入市都差唔多依个位喎。可能是啊，我唔记得啦。都好，即系呢个位系佢呢个位系好低噶啦。十年前佢入市个位就真系好低，但系又徘徊咗好耐。嗱，呢个三年嗰个顶都成五嚿水啦，你而家250蚊，五十几蚊，即系差唔多唔见咗半啦，系咪？啊，第一幅咁嘅图，即系嗱，应该阿里巴巴转做香港嘅主场。应该成交就会多的。如果越来越多在美国上市的股票走来香港做主场，那应该388就赚多些钱的。那就不应该这样啦。不过对我来讲，对我来讲，388有个情况就是个市盈率都是高的比较。即是我又不懂计条数啊，对不住，即是为什么市盈率长期都是这么高的 ,388, 是不是啊，那变了喂，会唔会有一剂整到个市盈都好低俾我睇咧？咁即系跌到趴街嘅呢单嘢，即系个市盈低嘅话就咁，所以嗱，亦都系令到我对呢个升市有戒心。因为如果呢个而家恒生指数系真系升嘅话咧，正路388咧都唔应该200几蚊咯，上翻去300咯，系咪啊？咁就因为其中一个原因，我就有啲即系觉得。而家个升市我就唔系太过放心，香港呢、這个就咁嘅意思啦吓。OK， 嗱咁啊 ，OK， 睇完三只啦，咁我睇多样啦。啊，轮到呢个新世界，新世界应该系系呢个刑警啊，为非现金重估亏损等拖累啊，新世界。估计全年亏损190亿啊！嗱，呢个指港币啦，咁港币190亿都好犀利嘅，其实即系等于佢市值咯。啲人话佢市值咯，啊，咁佢咁点搞咧？嗱，呢个何志刚，你同我就即系冇正式读过嗰啲咩 corporate finance 啊嗰啲咁嘅嘢啦。OK， 咁我哋喺侧边就纯粹即系旁边可咁睇佢啦。我睇下张图啦，隔篱嗰张啊。OK。其实呢张八年图嚟噶啦，之前都讲过啦。咁啊喺2019年中开始起步跌，直跌到而家跌足5年啊！成个新世嘅股价嗰阵时候40-50蚊，就一跌到得翻10蚊都唔够啊！咁你睇到咧，就系2014年头嗰阵时候咧，嗰段时间咧，曾经新世界有大成交出现嘅，就有股价。咁究竟嗰阵时候边个沽边个买咧？系咪？咁而家呢半年嚟都系打横行。咁而家出現一個咁嘅消息，係唔係呢個係即係最壞嘅消息嚟㗎啦？已經你撇成咁多8亿，係咪最壞嘅消息嚟㗎啦？咁所以咧，能夠企穩甚至係反彈咧，定係抑或好戲在後頭咧？咁其實咧，佢公布業績之後咧，睇個股價都可能為你帶嚟少少 tips 㗎啦。咁亦都會唔會新世界嘅情況？是可以帮新鸿基和这个恒地打脉呢打脉呢是不是、有些启示对他们都。这个就大家拭目以待啦。都是那样啦、趁低吸纳我就没本事啦，因为整件故事。我真的不是很知道点是不是我怎么趁低。没这样的胆量啦、真的。即等于跟赌博而已，如果要赌的那我不如赌拼多多比较好一点啦，是不是即系起码人哋都未衰晒啊嘛，即系仲咗好多希望咁，好似系咪？又几日跌咗40%咁啊，系咪？即系如果讲赌博嚟讲啊，咁啊，新龙17号呢啲，我又唔系好知道佢几时可以到底啊，咁啊好多问号喺里边啊，咁啊唯一买嘅原因就系佢真系超残，佢超残，咁啊跌咗好耐，咁如果。
啲沽盘要沽空嘅就已经沽爆咗佢嘅话，咁反弹有可能咯，都有可能咯。但系我真系冇计唔到条数啦吓 ，OK， 我唔识计条数，应该咁讲吓。咁我所以我就决定喺旁边睇嘅啫 ，OK 啊。好，咁啊，何志刚有咩想补充啊？嗱，时间差唔多啦。系嗱，冇投资意见，纯粹吹水吓 ，OK。好，拜拜。